现代人的生活品质不断的提升，但生命品质却日渐低落，导致身体长期处于慢性缺氧状态。要解决身体缺氧的问题，最简单也是最方便的就是多喝水。有鉴于民众常有的缺氧通症，曾宪群董事长毅然决然转而投入生物科技产业，凭着一股热忱，从探索研发到生产，历经12年的时间，成功开发出高含氧饮用水。我从事健检中心大概有10多年的时间，那我们一年可以做的人次大概有10万人，我们得到了非常多的信息。我们知道慢性病癌症正在毁灭人类当中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们身上又有这样的一个高科技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出一个好的产品来帮助这个社会。因为水是跟每个人每天都要喝的，所以我们从我们最根本的根源来改变。我们也征召了李时珍所说的水是百药之王，所以我做出最好的水来让大家健康。同样是创业，曾宪群董事长有很深的感悟。他认为台湾这块宝岛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，他希望能将这份来自本土最天然且无副作用的元素回馈给消费者，进而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价值。其实这个水我们是跟 NASA 的科学家合作的，那这个水已经不止一年的时间了，其实是10几年前就有这样的产品，那只是当时的技术并没有办法把它溶于矿泉水中，那是在我们去年突破了这个新的技术的概念，我们可以成功的把这个氧气植入在水里面而不会跑掉。我们做出的产品必须要得到客户的认同，所以我们就赞助了各大赛事。那也是因为这个赛事以后呢，整个市场就传开来了，所以各大赛事就争相来邀请我们赞助。所以说我的水其实就是最好的业务员，因为他身体在快速的就可以得到一个精神上体力上的帮助，因为在赛事上是非常疲劳的，所以这个感受是非常明显的。为了让消费者使用的更安心，曾宪群董事长在生产的每道环节上不仅符合国家的规定，更在制作全程严格监督，并定时将产品送至检验所检验。其实这一部分我们的国家都有很好的规定跟标准。好，第一个，我们必须要在那个 ISO 2200的一个标准生产的环境跟制度下去制作这些水，好，也要符合我们国家12852的一个生产标准。曾宪群董事长的用心，带领这间新创公司持续往前迈进，更受邀赞助2018台湾杯国际划水赛及2018旗袍皇后选美总决赛，向世人证明，唯有不断的创新以及具备敏锐洞察力，才能符合现代科技为民众谋取健康的真正使命。我有机会遇到这支水，希望把这支水可以带到越南，然后可以帮助更多人，然后希望能带到全世界。当我饮用了这个600高灯氧的水之后呢，我觉得呢，我的人比较精神，还有肠胃方面呢都是很顺畅。这批水让我们的家里，也让我自己在这个很活动的赛事的高大的压力里面呢，让我们得到舒缓，而且我喝了它比较容易好睡好眠，然后呢那种心情的平复比较快，然后呢也不那么累。我们希望我们的水可以卖到全球各地去，甚至我们可以去全球都设水厂，那可以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技术，这样的一个新的健康概念带到全球去，这也是我们最新的一个展望跟未来。